对不对？有啊，不带手机迷路了怎么办啊？我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手机，没有他的。他的手机啊，他没写下来，给我。刚刚换的。才换的。对呀，来换的。0988。0988。88160。160。等一下，你帮我充电好不好？没电了。没事。才刚换的。那个呢？那个。我把它带来美国用的，那个。可以美国用的。可以呀。可是我才刚买，我都来不及看说明书，我根本就不会用，我只会开机关机。所以你要像我们打过去要打011886，像你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话就打921027，对，2392927，那打他就要011886098816011。那个零就不用了，只要直接拨九就可以了，零前面。我们在台湾是要拨09，但是你们这边的话就是九就可以，前面的零就删掉。哦、OK， 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因为我比如像你们在台湾的话，打台北，打02。02是那个室内电话才要02，然后打高雄打09，07，但是零也要删掉。零要删掉，你要删掉，是吗？对，0203、07的零都要删掉。区号跟那个，那不用。区号码在我们在台湾才用拨02，但是你国际电话来讲，这个前面的零的话就要删掉。哦 ，OK。这个是，没错，秀娟，例会。这个台湾的翻译跟。那个大陆的翻译不一样的，像美秀啊，它是，你看也是 HSIU 对不对？你认 HSIU 嘛？秀，对，在大陆是 SHIU， 秀，哎，其实不是的，在大陆现在他们是 XIU，X something， 秀 ，X。我笑 X I U X I A U Yeah, translation like, is totally different. Was it converted to American? Then it's like it's spelled all different, like HSIU, SHIU, and then XIU, whatever. 我们姓郑的人在台湾的话是 CHEND。在大陆来的是 ZHEND，